老实点。这里空气不好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摘了？告诉你，别想耍花样。干扰，我正在恢复。报告总部，事故现场发现可疑人员。加莱先生重获自由。哦，在下孟良，让你受惊了。必须弄清楚。你到这里去，你去联络警方。加莱刚才是你负责运送的吗？是。你是干嘛吃的？你也保护不了吗？干嘛？我追踪加莱三年的时间，就这样被他接走了是吗？应该让我去押送他，你有直接关系，你有责任。注意一下你的态度。你们三个人
立刻去现场，寻找证据。走。走。走了。模式的人跟警方都没有受伤，不像是加莱手下的作风。你们看这辆车，通知监控组追踪这辆车子。好。怎么自己躲在这儿喝酒啊？也不叫我。分析案情呢？其实我一直觉得孟良劫走加莱这个事儿特别奇怪。你看啊，你父母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？我觉得这一定不是偶然，他应该是要告诉你什么线索。还有这张纸牌，54张牌，为什么偏偏留一张 Queen？ Queen 是女王，她是不是想说还有一个女的？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张诊疗单，她又想说明什么意思呢？加莱是什么关系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确认俊杰父母的死与孟良有关系，而且他这一次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，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线索。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现在急需要找到孟良。我会把搜集到的孟良信息发给你。好。笑什么呀？我笑了3年啊，你一直没有变，脑里一团屎啊。刚才说那些问题呢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一点提高都没有，真的没有变。哎，倒是有一点你是变了，提高了一点。什么呀？泡妞技术。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那天在子轩家，他做了好几道菜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那几道菜其实真的挺难吃的，但你却说呢非常的好吃，还不停的吃。那一刻我感觉
你演戏演得挺好的，变成了一个戏精啊，你变坏了。跟哥说啊，这三年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再来看看。哎，时机还没到，等时机到了一定带给你看。泡妞还等什么时机呢？哥，你在等人家跑了，真的是。反正呢，以后到了时机了，你把那个妞带过来给我看一下，过目一下，因为我一直对你的那种啊审美眼光没有太大的信心。先给我看，然后给子轩看，啊，千万不要丢人。行了，别光说我了，你呢？你这次回来准备跟子轩怎么办？你觉得我还要怎么办？我三年没见他，我一个回头，一个点头，他就冲过来抱抱我，我还是有这本事的。子轩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到现在还没原谅你呢。干嘛去？有事。李俊杰为什么不在？是我派他去跟进了个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孟良的线索。是你派他去的，还是他擅离职守自己去的？三叔，我不管你，怎么都要找到他为止。如果周一之前他没回来，自动辞职。我知道了。去做你的事情。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我想这次的安保工作交给你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去吧。是俊杰自己告诉你他去南山岛了。这么说你也知道了？他收到短信的时候我就在旁边。是谁给他发的信息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他只是跟我说他要去南山岛调查孟良。那你现在能联系上他吗？我看这次啊，三叔是动真格的了，他们向来就不和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被辞退了。俊杰干什么事？一个电话是叫不回来的。我去找他吧。还是我去吧。现在是特殊时刻，你不能再离岗了。我跟三叔的关系，他不会真生我气的。只是这两天要辛苦你了。哎，马小军，这李俊杰是不是出任务去了？怎么这几天没见他在这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他粉丝吗？那他也不能什么都跟我说吧。哎，华哥。那个俊杰最近干嘛去了？你们都吃饱了撑的，总打听别人的事儿干嘛？好了，午休时间结束了，都工作去吧。走吧，走。这次股市的动荡很不一般，马启明先生是政府邀请来救市的，他之前遭到过多次暗杀，所以你们模式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放心，这次马先生的演讲，我们模式做了很多不同的演习，为求可以应付所有突发事件。好。还有14个小时就要开盘了，一开盘，股市还会继续波动。马先生的这次演讲，就是我们的一支强心剂。希望 ARK 公司的入市，可以改善我们现在的状况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，我想问一下。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凭一个人就能解决吗？云浩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陈司长，云浩的意思是
可不可以有另外特别的方案？这次马先生的救世应该是唯一的方案，你准备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安保的路线图。穆总，来，坐坐坐，顺不顺利啊？我在想，如果有对现场造成威胁的行动，会从哪下手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从这儿，还有这儿，两个地方一起交叉过来。我不是让你汇报，他明天就过来了。我知道你和马启明的特殊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。不管被保护的对象是谁，我都会以专业、冷静、理智的态度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模式守则第二章第三条，你做得很好。如果不是，这个任务我也不会交付给你。谢谢。来，今晚别做那么晚了。明天各有各忙的。是。好巧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想看见我？我不可以来找你吗？这里好危险，全都是孟良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看你单枪匹马的，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。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给你发短信了。你听我说，模式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马启明要来八城。现在所有的安保任务只有石原浩一个人在负责。不管今天我们有什么发现，都要听我的。我们必须要尽快回去，知道吗？他来了。哎，大哥，喝了。来来来，来，给你马上啊。来，哎，哥几个，那个人帮我拦住他，别让他跟着我。好好保护自己啊。
孟良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大东海会所。老大，慌什么？老大，我刚才在酒吧呀，看见李俊杰和周子轩了，我让阿季拦住他们了。嗯，然后呢？这不赶紧跑回来向你汇报了吗？这小子居然能找到南山岛，那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这儿来了。这，那咱们怎么办呢？正好，我有件东西要交给他，他来了。咱们就省事儿了，老大。嗯，那咱们就在这儿等。咱们啊，咱们回八城等着他。你好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应该已经到这里了，然后他叫孟良，可以帮我查一下他的房号吗？嗯。他已经离开了。你是李俊杰先生吗？是。孟先生，让我交给你。谢谢。嗯，不客气。又是扑克牌。有东西在里面。石组长，没有什么情况，只是发现一个打火机，查仔细一点。明白。慢呀慢呀，我发现一个可疑人员。他在一楼签到处附近出现过，调出监控，人脸识别查出此人资料。可疑人员，女，披肩发，身穿卡其色上衣，黑裙子，戴黑色眼镜。查到信息后，马上向我汇报。好的，我马上调查。怎么样，组长？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排查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。一定要仔细。明白。VIP 一分钟后准备落地。收到。各小队注意 ，VIP 马上就到，大家时刻保持警惕。
马先生。市长你好。哎呀马先生，欢迎欢迎啊。您能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八城，并在我们八城投资开发建设，我代表市政府，代表八城的人民向您表示欢迎。这是我的荣幸啊。八城对我来说是有情怀的，能为八城做点事情我很高兴。好好好好好，容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八城财政司司长李司长。哦，欢迎你马先生。啊，谢谢。这是政务司司长张司长。张司长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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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是警署的吴探长，由他和八城的模式负责你的安保工作。哦，荣幸。马先生好。你好马先生，我们还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个 VIP 房间，请您一会儿接受一个采访。请吧。好，请。马先生，您先接受一个采访，我先去会场检查一下工作，一会儿我们会场见。好的，会场见。好，请。请。马先生你好，我是八城模式的石云浩，您的安全由我们负责。您好老秦。哎，带着李总他们先进去。好。嗯，请。谢谢。有把握吗？我只能告诉您，我们会尽全力保护您的安全。没有信心？这不是信心问题，这是责任。我得到消息，这次的会场非常不安全，如果您想万无一失的话，我建议您取消这次采访。安全隐患是你们模式应该应对的，不能要求我该怎么做。如果您配合的话，我可以保障，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。你的级别还没有资格跟我谈论取消活动层面的事情。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。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先生。马先生你好，请坐。马先生能否提前透露一下，这次来八城都有哪些项目的投资？马先生，请问您这次来主要是来救市的吗？您对这次股市的波动有什么想法？马先生，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在八城的战略计划吗？马先生，要不您先回答这三个问题。马先生，马先生怎么说？不说话呀。马先生，不说话呀。妈呀妈呀，帮我查一下 VIP 房间里有无可疑人员。好的，我马上就查。报告室组长，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人是 IRK 集团高级副总裁李云，坐在他右边的女子叫陈静文，今年22岁，独居重海。资料显示他之前是一名黑客，还是个游戏高手。他不在最初的随行人员名单里，是临时加入的。妈呀，资料有些模糊，但是你尽可能地监视住陈建文的所有举动。马先生。各位，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间是30秒，但这30秒就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样难熬。为什么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我的沉默让大家不安了。黑色星期五过去后，我们在等待这个星期一，我们希望厄运赶快过去。怎么？谁也不希望自己紧张啊？钱在股市被蒸发掉。有点人太多了，通过非法的手段攫取。别紧张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遇到大场面我也紧张得不得了。只能祈祷吗？别慌，
你也紧张过啊？这也是一种方法，那当然，但绝对不是我们最好的。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保持镇静。我第一次来这里，记住了，谢谢李总。创业，雄心勃勃，却失败。两个月内，我的公司将在这里投资十个新的项目。下面可以提问了。马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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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能透露一下这次投资的新项目会是哪个方面吗？一会儿的会议上我会详细说明的，请大家耐心一些。马先生，据有关人士透露，至此八成股市震荡是由万人规模的黑客系统攻击金融网络造成的。请问马先生，此时您带领技术团队来到八成，是否与此事有关？报告石组长，记者会还有一分钟结束。收到，我做最后确认。一号位，正常。二号位，正常。东西方向的电梯，正常。楼道，正常。会场内部，会场一切正常。确认完毕 ，VIP 可以进入会场。记者会已经结束 ，VIP 马上进入主会场。你看，没什么紧张的吧？李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个厕所啊。哦，快去吧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嗯。谢谢。哦，好，那再见。再见。马总，这边请。卫生间在哪儿啊？哦，在那边。啊，我得上趟卫生间，你去吗？那好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吧。谢谢马总。李总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哎，哪儿的话，这不应该的吗？等会议结束之后，还有具体细节需要落实一下。啊，这您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很快就会有计划出来的。嗯，很好。好了，不紧张。不紧张。好，我来。哎，咱俩就别客气了，走吧。李总，李总。李总，来人啊！你怎么样？李总，坚持住，李总！你怎么样，李总？马先生，马先生，快走，快叫救护车，快走，叫救护车！马总，李总，走，李总，没事吧？快叫救护车，带 VIP 去安全的地方，快！你坚持住啊，李总！李云怎么样？李云中枪，伤势严重。马启明呢？马启明安全。保护马启明离开，把李云送到医院去。是。李总，你坚持住，怎么样，李总？李总，李俊杰跟子轩呢？目前还没到。刚才进入会场的那个人的资料已经找到了。这个人叫哈桑，中亚裔，国籍不明。
他是一个职业杀手，在2011年前后开始行动，跟多起国际刺杀案有关。他擅长暗杀，手法非常利索，从不留下任何线索。各单位注意，凶手是一名女性，短发，身穿黑色风衣，持有武器。等一下，安全通道里有探员伤亡，请求支援。石云浩发现了可疑人物行踪，目前正在追捕。请回答，石组长，收到，请回答。可疑人物消失。三分钟之前，李云死在了医院，他也是我们保护的对象，全世界都知道，我们是政府最可信赖的部门。我在模式这么久，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这么混乱。你脱掉你的外套，我叫你脱掉你的外套。行，你不是查清楚的吗？
过来。现在一点钟，三个小时之前你们去了哪里？啊！如果你们在现场的话，就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情况。我们去了南山岛。你去南山岛干什么呀？啊！去找孟良。你们这次的重点是保护马启明，不是孟良。可是你不要解释，你还在这里包庇他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被开除了。艾迪，你去南山岛有没有找到线索？我们去南山岛找到了一个芯片。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君姐，你们两个，如果芯片里面没有重要的线索，立即给我离开模式。我真没用，我看着一个个同事死掉，却没有能力保护他们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？如果你们在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。你们在南山岛有多大的事要待这么久？这次参会的人员当中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？马启明的随行人员里面更换了一名女助理，那个女助理当时就在现场，杀手是从她背后开的枪。需要立刻找到她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在医院。好，我去找他，你们俩先回去。吃颗糖，开心一点。笑一个。没事吧？刚才他推的那么用力，我帮你揉一下。哎，刚才要真把你开除了怎么办？他经常开除我，哪有怎么办？没事。行了，别洗了，快点吧。还有，为什么洗不掉？为什么洗不掉？阿姨，阿姨，您先坐。您是李先生的太太吗？请接。你是陈静文。我是模式行动组的组长周子轩，我来找你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弟妹，马总，怎么会这样？李总的不幸，我十分悲痛。我会尽快安排你回重海，多保重啊。李总的后事交给我，你放心。多保重啊。送李太太回去休息。好的。来。
谢谢。谢谢。来，走吧。马先生，我是模式行动组周子轩，我有几个问题要当面问一下陈小姐。请问吧。陈小姐，你这次来八城是临时接到的通知还是早就知道了？临时的。那第一次知道来八城是什么时候？是来的前一天我才知道，李总让我顶替吴经理。这个之前就没有人通知你吗？没有。陈小姐，意外发生的时候你离马先生和李先生最近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你可不可以跟我详细的说一下？当时我从厕所出来，李总也从对面的男厕所出来，可是突然门口的保镖和李总就中枪倒在地上了，血就流了一地。那当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我当时已经吓傻了，可是我记得李总他一直看着我，一直看着我。他一直看着你，他什么都没有说吗？李总当时伤口一直在流血，我就想用手按着那个伤口，他很用力的想说出话来，可是当时的血太浓了，血就一直往外流。李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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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嘴一直在动，好像在说。够了够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他今天受的刺激已经够多了，辛苦你了。我会尽快安排你和李太太坐我的飞机回重海。谢谢马总。去吧。你很敬业，但是我必须为我的人提供保护。我知道，但我并不是故意为难他们的。凶手现在还在八城游荡，为了抓住他，我不能放过任何有效的线索。所以我希望您能明白，这次的枪击案到底有多严重。我当然明白，此时此刻躺在里面的本该是我。李总为我挡了这颗子弹，我必须安抚好他的家人。电脑被远程攻击了。既然你想进来，那我就让你进来。来，让我看看你是谁。是代码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谁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黑客之间打招呼的方式。你到底是谁啊？Thank you.
这些代码代表什么？我发到暗网上试试，看哪位大神能帮我破解。来，请。你爸爸心情不好，您说话要注意分寸。你不用解释，在会场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是这次安保的负责人，你干什么吃的？你干什么吃的？我的副总李云就死在我的面前，如果今天我是第一个出去，那个人就是我。你知道李云的死给我的公司在世界上造成多大的震动，给你们模式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！如果今天是个副总理，是个总统，我告诉你小子，你就完蛋了！你干不了这个，你真干不了这个！你听我的，你做生意、做小买卖都行，我给你钱。今天确实是我的失职，我对您公司造成了影响，还有您首席技术官吕云的死。对不起，你瞧你说的多轻松。对不起，那是一条人命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太太就在医院守在尸体旁。你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，好好想想，你不要干了。喂，这么晚回来，给你做了点吃的。嗯，我不吃了，我去洗个澡。喂，喂，俊杰，于浩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他心情有点低落，但也还好吧。那就好。我刚刚已经去过医院了，见到了马启明，也见到了陈静文，问了他几个问题，但是从那个女孩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。可我感觉这件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知道了，这样吧，你还是过来一趟，我们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线索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的。里面为什么会有一把枪呢？哎，那把枪是怎么放进去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得有人把一把枪放进去吧，对吧？那那个人是谁啊？会议开始之前，我们对所有进场的人都进行了严密的排查，没有任何有嫌疑的人。我现在只怀疑一个方向，就是枪是我们的人放的，会场里有内鬼。那你能查出所有的监控，谁把那把枪放进去了吗？你不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吗？你什么都查不出。现在八成的警方已经把跟案件有关的资料全部封锁起来了，在我的职责权限内，能查的东西我已经都查过了。今天安全司通知我们，这次的案件不归我们模式管了。所以是什么都查不了了，是吧？既然安全司把案件交给了警方，那我们就继续调查孟良吧。
进来。穆总，我调查过了。嗯。李俊杰在离开模式这段时间去了不少城市，似乎一直在追寻加莱的踪迹。他的手机里有什么发现？按照您的意思，我在他入职的时候复制了他的手机，只不过里边有几封邮件是被加密的，只有在他手机上才能进行破解。需要多长时间？顺利的话10分钟。好，我给你10分钟时间。明白。芯片是经过加密的，我先试着找到加密的方式，需要一些时间。解密芯片会对我们的服务器造成影响吗？我检查过了，虽然芯片里面的内容是加密的，但是里面的东西编码它是属于一个文档，不会有病毒。君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孟良明明不想让你追到那里，但他却一直在给你留信息。已经是留给我们第4个信息了。最奇怪的是，我们对他的事情完全不知道，他却对我们了如指掌。加莱转押的时间和路线都是秘密的信息，说明什么？有内鬼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孟良应该是有自己的情报网，和模式内部的人对接，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。你们已经知道内鬼是谁了？李俊杰，根据模式守则第3章第16条，现在要对你进行内部调查，请交出你的配枪和手机。凭什么？你在工作期间擅离工作岗位，利用职务之便前往南山岛进行私人调查，已经严重违反了模式守则。是谁下的命令？周组长，是穆总直接下的命令。是我派他去的南山岛，而且我也去了，为什么不审查我？这些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，别为难我了。可以。请吧。我觉得穆总现在还在气头上，你先别去找他求情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去跟穆总汇报情况。行，放心吧。嗯。来了。坐吧。坐呀。你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？嗯？不说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平时挺狂的吗？打这个，顶那个，啊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好，那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哎，你说这李俊杰怎么这么会惹事儿啊？3天2头的把穆总气得够呛。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和周组长都不在8城，确实有责任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觉得俊杰哥肯定不是无缘无故不归队的，他肯定是被什么事给耽搁了。就你天天帮他说好话，人家可不领你情。我是实事求是好吗？你们谁知道内情啊？干嘛随便给别人下定论啊？这不是定论，是他平时太狂太高调了。人家啊有那个资本。哎，我说你们现在可以啊，一个个跟长舌妇似的，这么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吗？我们又不是他的粉丝，像你天天夸他。对啊，他那么爱出风头，他还怕这个？擅离职守，擅离职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跟你说话，请你看着我。擅离职守出了人命了，知道吗？出人命谁负责？你负责吗？你负责得起吗？这是模式，不是你们家。
是认为我们治不了你是吗？啊？你是认为我们治不了你是吗？还有多久？已经50%了，尽快。嗯。你马上面临的是5天的监禁，你看到时候我能不能治了你？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走吧。你不是要惩罚我吗？你，走吧，我带你去。你们要去哪儿？禁闭室，5天监禁。我问他一句话都不说，规矩你懂的。这，看明白了吗？他这次执行的是总部的秘密行动，你们没有权利调查他。秘密行动？什么秘密行动？你想知道吗？我来告诉你。不用，朱组长。但是你跟我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。ID 和配枪。已经交给穆总了。走。先回去干活。总部的文件已经出来了。我去南山岛不是擅离职守，我的停职应该取消。你可以复职。这么多年了，所有的事都要通过我的批准，但是这次你跳过我这层，直接上到总部，还有总部下命令。我希望下次不会再看到了。是。我的东西呢？电话。子轩，这次的文件是你后来补上的。你为了帮李俊杰，你居然动用总部的关系。是您对他有偏见，俊杰他是无辜的。我们只是想要找到孟良。我对他没偏见，是你对他失去理智。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是你叫他回来的。我没有。我不希望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不想总部觉得我们模式是无组织、无纪律的。我知道了。你出去做事吧。